Lucy， 咱能不能走啊？ 你休息日跑来干嘛？哦，我跟魏总主动请缨来筛选一下新人，看看最初印象呗。怪不得你招领导喜欢啊！加班虽然辛苦，但我乐此不疲啊。那我今天就跟你混了，明白？看我表现吧。 行，那我一会儿见。Lucy， 都准备好了，给我吧。什么呀？U盘。你去吧，交给我。 啊，各位准备一下啊，马上开始了，好吗？开始吧。 大家好，叫我 Lucy 就可以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文本已经发给大家了，就在桌子上。条款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没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就跳过规章制度，直接讲一下公司的组织架构。有疑问吗？没有。好，那我们看一下 PPT。 喂，杨老师，昨天和您说的事儿，您考虑好了吗？哎呀，你看呀，中级班对资历是有要求的，你看你也不是专业的，那家长们他们……那能不能让我先试试课？如果家长对我满意，您就再考虑一下我。行，要不你先过来。行，那我现在就过去，是2个小时。 于淑慧，你得振作，不能做条可怜虫。就是这本，日本人写的《罗马人的故事》，通俗易懂。你看完之后呢，就会对整个欧洲有个清晰的认识。到时候再买关于欧洲的书啊，你就知道怎么选择了。好，就是这个是吧？对，就是它。好，加入购物车。嗯，出门了啊！哎，你去哪儿呀？我要去舞蹈室试课。他们答应让你来中级班了？没有。 杨老师答应让我先去试课，我得好好表现，让家长们满意了，才有机会。阿初啊，你今天状态不太好，要不要考虑换个时间？不行，今天周末来上课的孩子多，来踩点家长也多，这样呢方便那些家长考察我，也可以看看我吸引家长的能力。毕竟我不是舞蹈专业的，就是个野路子，得由我上赶着牵脚。走了啊，阿初啊，我个人见解，你虽然不是专业的。 但是你可以另辟蹊径，比如啊，你看我从小到大去健身房找教练，总是会忍不住的关注教练对人体的科学认识，因为呢，我会先关心一个个斯拉提压的动作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龟毛的要死。
相信现在的家长也是一样的龟毛，他们要么还没有意识到，可只要听你提到如何科学的提防身体伤害，科学的通过舞蹈来塑身，又可以让小孩子如愿的学到几个高难度的舞蹈动作，那他们一定会信服于你。我觉得呢，你要努力的成为你们舞蹈教室的不可替代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有这种类型的书吗？当然有，我 Kindle 里面呢就有运动解剖学。那你能不能借我看看？但我今天得去面试，时间来不及了。要不你教我几个基础动作的注意事项，我今天先用着。但是你没有认真看过书，万一遇到懂行的家长，立马露馅，反而不美。比如啊，光第一次训练课后的肌肉酸痛呢，就涉及到肌纤维和结缔组织的轻微损伤，有不同体质人群的乳酸堆积，甚至毛细血管的损伤等等。然后呢，你处置不当，日积月累的就会粗腿，肌肉特容易拉伤等等。真真，所以你不去那个 MMA 训练，就是因为那教练训练不科学是吗？原因之一吧。我是综合考虑到我的工作时间、工作强度以及业余时间等客观因素才做出来的决定。哎，珍珍，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今天不去了，我打算用一周的时间好好看书。我相信凭我的记性和领悟能力，除非家长是医生，否则一定会给我加分的。第一次去面试呢，我得确定好身价，还得超预期的表现自己。这个呢是英文版的，你先看一下。运动解剖学。专业名词有不懂的，尽管微信我。这几天你不用吗 ？Look， 有一大波的精神食粮马上就要飞来了。谢谢你，珍珍，你最好了。那我进去打电话预约面试的时间了啊，珍珍。啊，对了，我也得回去。拜读一下我偶像严艺正的论文了。拜拜，拜拜。蔡小姐，蔡小姐，Lucy蔡，我们认识吗 ？Lucy 吧，是吧？你是？哦，我没事，我就是比较喜欢跟美女打招呼，混混脸熟嘛。Lucy， 走啊！怎么了？没事，我先走了。到饭点了，一块吃晚饭呗。我不吃了，你也早点回。明天还要跟魏总汇报工作呢。拜拜，明天见。没跟过来吧？不知道啊。你不觉得刚才他那些举动很奇怪吗？对呀，说的就是嘛，一定好好提醒这照得清清楚刚才啊。还行，你看你看，赶紧发过去，赶紧发过去。明白明白。喂喂，珍珍，那个照片收到了吗？什么情况？调查你邻居呗。哎，我不是和我爸说了不许调查了吗？你们俩怎么回事啊？不是，我跟阿尚担心你，所以呢就继续调查下去了。刚才一调查，结果他真的很有问题。他就在刚刚已经被我跟阿尚稍微呢警告了一下。就你们俩啊？真正我跟你说啊，他在公司的名字叫做卢西菜。哎，我跟你说，哎，刚刚我离他2米的时候，我叫他蔡小姐，蔡小姐。根本就没搭理我。你看珍珍，所以啊，这个露西菜隐瞒身份这个时机已经坐实了。至于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还会接着查。那个，我跟阿尚已经商量好了，暂时呢就不回老家了。从明天开始呢，我们俩一人盯一个，我盯你，他盯他。明天开始我去你家值班。哎呀，我说你们俩是不是闲的呀？我告诉你们，第一，不要招惹我那个邻居，他那身手你们俩惹不起。第二，我很安全，不劳你们两个费心。不对不对，珍珍不对，不对啊，我建议你报警。隐姓埋名又有身手，万一是个逃犯怎么办啊？
你说尹跟一个逃犯住一块儿，那我们能不担心吗？哎，我说叶芳叶商，你们两个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对不对？不许再调查人家了啊，别再无事生非了，不然我就跟大伯二伯去告状去，回去再告诉我爸妈。哎，不是真人，人家根本就没针对我，别再没事整点事儿出来了，听见没？哎，真真啊，这完了，好了，别洗脑了。曾姐，哎，你好。嗯，给我拿个茄子吧。嗯，拿两个。哦，这也拿两个。吃冰激凌啦。这里，香草的。啊，好，这里，回来，行吗？香草啊，我这都舍不得买，有土豪邻居真好，谢谢。我要充分福利了，快点来了，二叔，巧克力的给你，巧克力，喜欢吗？来，姐姐呢？应该一会儿回来吧。啊，那我给她放冰箱吧。嗯。吃冰激凌吗？嗯，不用，我回家吞蛋白粉。好尴尬呀！志不同不相为友。酸！你满嘴的冰激凌还酸呢？是心酸，我吃到那么好的冰淇淋，就想到了那可怜的老娘了。你别那么悲观了，凡事要往好处想啊。你们都是幸福小孩，不懂的。玉初辉，我就不明白了，这以你的性格，你妈妈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居然能坐视不管？我哪里坐视不管了呀？我不是在好好挣钱吗？钱挣够了就把他接来上海呀。说什么都不如行动。什么时候算有钱了？有多少钱算有钱了？子欲养而亲不待。你妈妈现在需要的不是你的钱，是你的陪伴。你要等到你妈妈被折磨得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了，再把她接过来吗？到时候就算有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别自欺欺人了。二初啊，谢谢你和明红。你说的对，我得立刻把我妈接来上海。我去给我妈买床啊，你慢点啊。蔡小姐。蔡小姐，卢思蔡。进展顺利，急需见面。放心，我不会透露你的隐私，我只需要你提供时间、地点。你先说说吧，你到底准备怎么搬到那个锦州？
先腾个地方出来啊。行，谢谢朱姐。快来帮我。好。对。这么多。小玉啊，怎么听风就是雨啊？你慢点，这是我多年的目标啊！一年前我刚转正，没什么经济能力，现在有了稍能落脚的地方，也能养得起我妈了。你们说我还等什么呢？而且我妈这个人啊，讲究三从四德，我要是不拎她一把，慢点，她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个人。来，放地上，放地上。女人也是人啊，是吧？慢点。阿初，我支持你。何敏煌，谢谢你点醒我。你们俩慢点啊！好好，小心啊！徐锦虚要努力挣钱，把他妈一起接过来过好日子，辛苦了。阿初的心里其实更辛苦啊！我来。哎呀，而且这么闹下去，他父母的婚姻肯定会有问题。可毕竟那个是他的亲生父亲，他肯定也纠结。嗯，但是我还是支持阿初，毕竟他爸又家暴又凶的，而且他还把黑锅给他妈妈背，这看样子……小心，快抱我！你先起来！哎呀，你先到那边。小心手。行，我们现在给它放下来啊，慢点。想好了吗？10 9 8 7 6 5 4 3开始录。妈妈，看微信，看完之后呢，千万别回电话，也别打微信的电话，我手不灵，都是托别人帮我举着手机录的，麻烦人家。我呢，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狗袭击了，所以在拆线前我没法自己动手洗脸吃饭，你得过来帮帮我。我已经在网上替你买好火车票了，明天早上6点前你拿着身份证就能取票进站，我找人在上海出站口等你，还有带上你的工资卡救急，现在医院里做什么都贵，我没什么钱了，等狗主人赔偿我之后我就还给你。还有妈妈，我租的这个房子里有折叠床，所以你来了之后呢也不用花钱去住旅馆，跟我一起住就行。不过我们房间里还有两个别的女孩，所以爸爸来了不方便，就别让他来了。你一定得来啊，帮帮我。怎么样，还可以啊？感人吗？可以。妈妈，看微信，看完之后呢，千万别回电话，别打微信的电话。阿初，我来啊！你那个手千万别沾水，会烂的啊！妈，明天准到上海啊！你出轨的幸福生活马上就要来了！谢谢你们。我认真的说啊，
让我妈妈住进来是我擅自决定的，所以也没有提前跟大家商量。毕竟我们这间房间是合租房，所以我在来的路上想好了，从今天开始，这个房间里所有的费用我们一分四份，我来付其中两份。不用了，那才多少钱呀？不行，如果不让我付的话，我会睡不着觉。好好好，那就听你的。其实呢，你看我们平时都上班，白天都不在家，没什么大的消耗，你只把每个月的水费电费分一下就可以了。住的那大家都住各自的，也不会有什么干扰。我同意朱姐的意见。差不多到点了。什么到点？您怎么了？身上开始痒了吗？你这么一说，是有那么一点。怎么样？小区门口的环境好吧？这大公园，以后没事呢，你就可以下来溜达溜达。你说说你怎么想的？你还能骗我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我都吓死了。我不骗你，你会老老实实跟我来上海吗？反正你已经退休了。退休是什么意思？退休就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休息。从今天开始就跟着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那你爸要是知道了，那还不气死了？怕他呀？那可是他没饭吃啊，而且你爷爷奶奶那边他老是有事要找我，我不在怎么能行呢？什么怎么能行啊？爷爷奶奶找不到你，就让他们找他们儿子去。放心，地球没了你照样能转。再说我爸他自家爹娘他不管，要你来多少？阿初，你这是要拆家呀？妈，我们呢就先试几个月，得先让他们意识到你对这个家有多重要，每天干了多少家务活，有多辛苦，然后咱们就看他们的态度。如果继续做白眼狼，把你当免费老妈的事，这家我看散了吧。你这不是胡闹吗？哪有子女拆父母的？不行，我这就回去了。哎，妈，你别胡思乱想了。你看啊，爷爷奶奶他们是不是就盼着你主动离婚？一旦你离婚了，爸爸就可以找个大姑娘回来给他们老余家生个大胖孙子。你能遂了他们的愿吗？不能。所以啊，咱们就好好的在上海待着，你呢占着这个位置，好好的享福。你才五十多岁，以后好日子大把呢。你说说，你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走，我带你看看我们的家。看，2202，我们家，2202。哎呀。来，进去看看。哦，好。怎么样，感觉？还不错，挺宽敞的。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屋，朱姐的屋，我的一个室友。这儿呢就是客厅，电视你想看，打开就能看。哎，还有这儿，冰箱。这冰箱不是我自己的啊，我们三个人合用。第三层里边都是我的吃的，想吃就吃。嗯，这个厨房，这间卫生间，哦，洗澡的也在里边啊。还有这个是我另一个室友的房间。哦，噔噔噔，这就是我的房间了。这就是你房间啦？怎么样？哎呀，还挺亮堂的，不错。来，妈，我带你看看这儿。这儿呢就是阳台，站在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看到大上海，美吧？美。还有这儿吗？这儿。这床昨天你要来，我花好几千块钱买的。好几千？就这么小一张床，好几千？这抢钱呢？我就知道你得是这反应。告诉你啊，神奇的地方在这儿呢。我们相当于啊，用一份钱买了两张床。它最主要的呀，是可以省空间。你看，你睡觉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拉出来；不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就再把它推回去。这样的话，是不是宽敞多了？哎呦呦，你说你这孩子，妈来咱俩挤挤睡就行了呗，你还专门买一张床，多浪费呀！不浪费。我跟你说啊，在上海租那么一间屋子，一个月也得五六千块钱。啊，你来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咱们俩一个屋子相当于多住了一个人，划算了一半。
你多住一天就多核酸一天。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是头溜出来的，回头被抓到啊，按矿工算，矿工扣可多了。哎，不行妈，我还有件事必须得交代你啊！室友的两个房间，不管任何情况，咱都不能进去，这是原则啊！啊，知道了。行，钥匙给你，多休息啊！啊，好，快去吧，快去吧！哎哎，哎呦，哎呦呦，你说说，这又6000块出去了。我3个月的退休工资啊，也就刚够租这么一间房。雷总，哎，进来，坐。您看一下有没有调整的。这几个新人啊，个个都是背景强大的二代小金人，就差脑门上挂个牌子了。我来这儿就是混个资历，我做不长，要么就是我来头最大，你算老几啊？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敢怎么挑吗？省得到时候他们找我，让我为他们的人生负责，我可负不起。雷总，您真是火眼金睛。你说你们部门怎么就专挑这些关系户里的刺头进来？你好歹给我配几个肯听话的，我需要的是干活的人，好吧？是，但是我们经理没有决定权啊。像这些名单到我们部门都已经是最终名单了，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们打电话，把简历啊、各种证件的复印件在报道之前寄过来，显得我们还是比较符合规章制度的。你倒是挺会把自己摘出去。对了，雷总，像这三个呢，就是我最近接触下来发现属于在这儿混资历待不长的人，您再看一下。你呀，分得再细，我也不要，个个烫手。哎，给老魏吧，老魏最擅长的就是资源整合。像雷总，您在业内名声这么响亮，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肯定是不会放过您的。如果您一个都不选的话，我估计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的把这些小金人塞到您门下。你的意思就是，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呗，不如主动点儿。如果像你说的，我真的有这么高的威望，那我更得好好想想，怎么着也得让小金人的父母亲自来一趟。拜师礼不能免吧？是是是，现在带个新人出道多不容易啊，总不能当义工吧？你也不错，始终置身事外，年纪轻轻的有这份定力，挺难得的。嗯，行了，我不为难你了。总之，我的态度呢摆在这儿了，谁收进来的这些关系户，谁自己带着，我不做白工。好的。明白了，我会留心的。哎，听说你是在国外的名校读的 MBA 呀、啊？怎么肯做人事呢？人事吧，虽然比较琐碎，但是归根结底压力比较小吧。是吗？你去忙吧。好。嗨 ，Lucy， 嗨，早。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呀。你什么时候变那么有文化呀？我跟你说啊，咱们公司卧虎藏龙，一个小人士能戴迪奥的表。那怎么了？我告诉你，上海随便哪个小白领吃几个月馒头咸菜，他都能买得起。Lucy 不一样，
哦，那怎么不一样了呀？像这种优质美女，别人都排着队送礼物呢。我告诉你啊，你得主动出击，再不下手就没你什么事了。哼，你行，你上。那我可上了啊。急眼了还？行行行，不上不上。晚上我在仁和馆订的餐，允许你们携带家属，我们是正宗的上海菜。小师傅，你又要给我们发福利啊？我的加班费下来了，大家辛苦了那么久，搞个团建也是应该的。那就谢谢小师傅了。听见了吗？嗯。用加班费搞团建，喊给谁听呢？你像他这种出生在暴发户家里的孩子，他怎么可能知道挣钱有多难？于老师，这要让我们的组员听到了，怎么想我们？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哎呦！请进。魏总。哦。这是李奇行帮我选的新人资料，你帮我审一下。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这人我就要了。小李办事扣，你再帮我审核。我放心。好的，我知道了。啊，还有啊，小李在我这儿已经3个月了，这小伙子工作能力不错。从下个月开始，你就按照部门经理助理的标准给他发工资，五险一金的待遇也照这个标准来。但是魏总，公司的规定是试用期是半年。我知道，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小李他爸爸在北京对咱们公司的业务帮衬很大，礼尚往来嘛。好的，我这就去办。哎 ，Lucy， Lucy， 你的快递。谢谢。哎，美女的手需要爱护，舞刀弄枪的事我来。哟，首饰啊！露西，买新首饰啦？看一下，这个我在网上看到过，挺贵呢。好看吗？好看。这要戴别人身上，绝对是太奶奶时代的东西。但我敢打赌，露西戴一定是特别有味道。真假的？真的呀。不得不说啊，送你镯子这人真是独具慧眼，别具匠心，让我们这些只注重那些繁华外表的人认识到了朴素的美，高级。哪有人送啊，自己买的。好。哎，机会来了。琪琪下班啦，早下班就是舒服啊，还有大半天时间可以支配呢。我也是难得提前下班，进家里坐会儿。好啊。阿叔妈妈来了，应该是。是阿初妈妈吧？哎。阿姨好，我是阿初的室友，我叫朱哲，这是我们邻居。阿姨好，我叫叶真真，叫我真真就好了。哎，你们好，你们好。阿初应该会晚一些才下班回来吧？啊，是呢，给你们添麻烦了哈。看阿姨说的，一点都不麻烦。你们忙吧。哎，哎，真真，有些单词词根的问题想问问你。行啊，哎，我推荐你几本单词书吧。我之前用过的，不错。好啊，给我看看。行，等等啊，我来给你找一找。这
上海租房还挺贵的哈。啊，是啊，上海嘛，所以阿楚很争气，能靠自己本事在上海混得好好的，这才大学刚毕业呀，就靠自己找了个工作，公司又是国家背景，就是个铁饭碗，工资也不差，多让人羡慕啊！还是阿姨有福气，有个这么好的女儿。是呢是呢，阿楚一向争气。哎呀，我们厂那么多子弟，就是他读书从来都不让人操心的。其他人读书呢，都是家长要花钱送到培训班，只有阿初都是学校争着抢着给他奖学金，求着他去读。就连跳舞，都是学校送他到市歌舞团找专人培训，到哪儿都是领舞。主要还是阿姨教导有方。哎呦，没有没有，我呢，我就是他幼儿园报名的时候陪着他。后来呀，我跟阿初爸工作的那个国营厂倒闭了，阿初爸呢跟他旧同事到江苏昆山去打工，我呢什么都不懂，所以阿初上初中、高中、大学都是他自己拿主意，就连上哪家中学都是他直接跟校长谈的奖学金。要说我们阿初那真是有本事。哎，阿初回来了。回来了，阿初，没想到你那么能干。这么多年辛苦你了，真是辛苦你了。嗯，哎呀，哎哎，他这么能干。妈，你是不是当人家面吹牛了？我跟你说，这两个姐姐都厉害着呢啊！珍珍科学家，朱姐手下掌管着几百号人，人家16岁就挣钱养家了，而且是一整个家庭，妈妈带弟弟妹妹的那种。该吹的都吹过了，回话回话。行，那我走了。嗯，哎，你怎么样了？我什么？你前天得罪上司的事儿。嗯。被打入冷宫了，周一开例会的时候连个白眼都不舍得给我，意料之中。求人得人。来，阿初啊，嗯，你不是说单位不忙吗？怎么回到家来还得工作呀？白天不是去接你了吗？剩下点工作还没收尾，很快就完了啊。哦，好。哎，搞定，好啦。嗯，哎。洗个手，咱们待会儿准备去吃饭。好。哎，对了妈，啊，我给你办了张新电话卡，把手机给我们换上。哦，好。给，嗯，放那儿。换电话卡省钱呀、啊？我得把你手机里的通讯录导到我的手机里。别删呐！我还没打电话报平安呢。报什么平安啊？一家人除了我跟外公外婆，谁会在乎你的平安？外公外婆，那我会去报信。你放心，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在上海好好休养半年，给你换个新手机卡，你联系不上别人，别人也联系不上你，还免得你把这儿的地址泄露给爸爸，咱们都能图个清净。你这是要断我六亲呐？你喊什么？我过两天我还得回去呢呀！你回去要干什么啊？回去找罪受吗？你自己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的，所以才得试试我的法子。半年，咱们就试半年，行吗？你要是不答应，现在可以退出，只是我会非常失望。以后再也不管你了，我也跟你说过，我一旦失望呢，就会千方百计的出国移民，再也不回来了。你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阿初，你怎么能这么说？太过分了！回来了，他当女儿的怎么能这么对他妈呀？
瓜